一名巴基斯坦籍电召车司机疑似劳累过度猝死。有人昨天清晨5点左右途经沙月明都鲁中环商业中心的时候，发现到一辆白色轿车的司机座位呢，车门打开，坐在司机座位的男子超过半身倒在车外，以为说发生了命案，立刻的通知警方。而这名死者是46岁的塞莫辛阿里沙，头部相信是倒下撞到路面而受伤，估计呢被发现的时候他的死亡时间没有达到12个小时。明都鲁警区主任尼胜披露，这名死者生前在明都鲁定居将近30年，警方调查之后列为猝死案来处理。另外刑事罪案调查组的警员到场调查，确认说死者没有财物失窃啊，现场呢也没有打斗的迹象，推断案件没有涉及刑事成分。